It's Liang Wenchong who emerges victorious. 在亚巡赛里面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，在2007年我赢了新加坡的比赛之后，而且在当年赢得了巡回赛的金王，给我一个就很难得的一个机会，就是能打英国公开赛，让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。对我来说，因为我巡回赛打挺多的，但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亚洲的一些比赛。